刚出锅，你来几个？那给我来六个。哎，好嘞。姐，馒头。石头，在这等着姐，姐去给你拿。在这儿等着姐，别忘了。哎，给我想起来，哥的，正好嘞。就是这家的小，你要嘎嘎的。姑娘，买馒头。叔叔。我没钱。你没钱你捣什么乱呢？滚蛋。哎妈呀，滚这来。哎呀，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哼，扣到我的头上来了啊。我过了。叔叔，我弟弟饿，求你给我一个馒头吧。你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馒头啊！你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啊！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。姐姐，我让你偷，我让你偷啊！别打姐姐，别打姐姐，别打他！哎呀，又来个小狡猾的，你给我滚一边去吧！石头，过来，把馒头给我，把馒头给我。撒手！你给我玩硬的是不是？你给我撒手！坏呀！给不给？混蛋吧你啊！坏呀！你欺负姐姐！坏呀！你给我滚！赶紧给我滚！坏呀！你欺负！再不走我打你啊！快走！快走！石头，都是姐不好，姐让你受委屈了。姐姐，我不饿了。石头，走吧。
吃这个。哎，爹自己能夹，快吃啊！给你夹你就吃吧，啊！哎，虎啊，明天呢，爹还上镇里捡砖头，还有没有饼子了？给爹带两块。咋的？一块不够吃啊？嗯。爹。爹，你要吃啥你告诉我一声，我给你夹不就得了。
你看你爹啊，活不咋干，这饭量倒见长。你看，不就一个饼子吗？至于吗？哎呀，还至于吗？事儿大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就一个饼子，把你气这样，没事吧？一边去！哎呀，你到底咋的了？你是真虎啊！那我又咋的了？又虎啊？咋的了？这也看不出来。你要当爹了？你怀孕了？哎呀，我的媳妇儿啊！哎呀，你快放下，放下！都给我转迷糊了。现在能听着吗？啥听不着的？我听着，我听着。新的老爷爷，就是昨天剪砖头的那个爷爷。姐，你咋知道他是好人？等你长到姐这么大，你就知道了。那好心的老爷爷会每天都给咱们送吃的吗？我看老爷爷在废屋子那儿剪砖头，应该能一直把砖头剪完才不来。那得剪多少天呢？估计要很久。姐姐，咱总偷拿爷爷的吃的，爷爷该吃不饱了。石头真乖，比姐都懂事儿。爸爸说拿人家东西不好，姐知道，
姐要好好报答老爷爷。哦，怪不得你昨天晚上只把砖头埋在空地上呢。石头，吃饼子吧。爹，爹，柴火不多了，今天你别进城了，咱俩上山砍点柴火。火，嗯，那这不留着下蛋了？咋的，舍不得啊？爹觉得呀，怪可惜的。我是为了给荷花补补身子。啊，可也是，人荷花到咱家来呀。也没吃上啥好的，应该给补补。爹，可不是荷花要吃，这是我要给做。荷花有了，荷花有了。哎，老娘，你知道不？荷花怀上了。怀上了？啊，那不正常吗？怀孕有啥不正常的呀？那你大惊小怪的干啥呀？我就寻思，这老乐叔不得乐坏了？嗯，应该乐坏了。你呀，总关心别人，你倒关心关心我呀。净整没有用的。喝点水，别往心里去。还别往心里去，你看你爹呀，好像我馋似的。我爹他不是那意思。火，爹，你有事儿啊？啊。哎，今天呢，爹进城里有点事儿。你看能不能等爹从城里回来了，咱们再去砍柴呀？你能有啥事儿啊？啊，爹不是着急把那砖头拉回来吗？啊，那行，爹，那你去进城吧，我和虎子今天上山去砍柴吧。哎呀，那可不行。荷花啊，爹不是不爱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砍柴那活不就累一点吗？是吧？不行，荷花啊，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。爹去，爹去。
不行，太小了，该累坏了。没事的，姐。石头，你慢点。真棒，姐姐，我已经是大孩子，能保护你，帮着你了。石头真乖。姐姐，爷爷今天能来吗？能。爹，砍柴在这边。啊。哇，你看这太阳是不是到晌午了？咋了爹，你着急回家呀？爹不着急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咱才出来多大一会儿啊？不饿。是不会来了，会的。姐，你看，是不是爷爷？是他，那哪是爷爷呀？姐，我现在看谁都像爷爷了。哇，歇会儿，我不累。咱今天就干到这儿吧。爹，你咋的了？我发现你好像变了。自打荷花嫁到咱们家，你就好像总有说不完的事儿似的。爹没变，哎呀，爹就想上城里。你上城里干啥？天天进城捡那几块破砖头。哇！你就让爹回家。进趟城吧，那城里有人勾你魂啊？
先干会儿再说。走，石头，姐带你去集市上找吃的。姐，我只想等爷爷。爷爷兴许有事儿。姐，爷爷要是来，我就叫他爷爷，好吗？爷爷肯定高兴。走吧，石头。大爷，货挺全呢。这鹿果多少钱一斤呢？尝尝啊！我也尝尝。我替你尝就行了。哎，这牛舌头饼呢？也棒吗？尝尝啊！尝好了指定买啊！这啊，又是你们俩小兔崽子！怕石头不怕，石头不怕，怕就给我死远点，走。老板，你别大哥，大哥，等一会儿，我先尝尝，一会儿让你吃，你是着什么急？这你就知道吃，不是？那之前跟丢那俩孩子，什么？那孩子在哪儿呢？跑了。对呀，我这不是给你汇报呢吗？我还得给你批个条吧。哎呀，我就不爱听你说话，老跟大官似的。你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追呀！一会儿给你算账啊！一会儿给你算账，追！小花，我来，别累着你。咋的？有儿子，你才知道心疼我呀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没儿子之前我不也心疼你？花，你让我听听。听啥呀？你这我听听儿子话事儿。能听着吗？有动静。爹可真是，你还不让我爹回屋了？那刚才吓我一跳，你吓得我倒没啥，就吓着我儿子咋整？没你说那么邪乎，去吧，你进屋歇着，我来弄。你能看住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别长大劲儿啊！去，等着吃啊！啊，慢点走啊。
这盯上半天了，该动手了吧？别急，再看看，万一有大人跟着就坏了。石头，姐姐，你说老爷爷现在能不能来？应该来了。走，石头，去带你看看去。明显的没大人，就俩孩子。你不看看你怎么知道？这不听半天呢，真默契。有这功夫都抢俩老太太了。抢老太太，你就那点出息？老太太能卖多少钱？不是，就你这样还想发家致富啊？老太太跑得慢，抢老太太安全。再说了，发家致富。干咱这行，你还想拉回头客啊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干一行卖一行，早晚的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别废话，盯紧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哥，这回该动手了吧？急啥？再等等，等天再黑一黑。咱俩现在出去，万一出来两个见义勇为的，胖揍咱俩一顿。你好受啊？哇，爹，爹有点急事儿，吃饭呢就别等爹了啊。鸭肉不吃啊？不吃了。真怪了，从来没见我爹这么火急火燎啊！这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有老伴儿了呗。你别瞎说，都多大岁数了？这玩意儿还分岁数大岁数小啊？你看你爹，天天往城里跑，那饭量一天比一天见长，那鸭肉都不吃，就拿几个破饼子走的，跟谁吃去了？那不就外面有人了吗？行了，你可别胡说，我爹不吃，咱俩吃。谁胡说了？你看你爹拿几个饼子走的。我胡说。石头，看来好心的老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，来不了了。石头，咱走吧。是时候了吧？你，那个，我，那个，动手，上！哎呦！哎呀，切克！哎呦啊！哎呦，我的腿！你要干啥？我抓了你，慢些！哎呦！好！哎，别害怕，孩子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好人。对，孩子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好人。石头，快跑！站住！哎，还不快追！站住！快点！石头，快点！快！站住！石头，快！快进去！别跑，别跑！快点！站住！这，咱俩走。他是好人，
是好人。好啊，在这儿藏着呢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。叔叔是好人，叔叔是好人。来，哎呦，哟，大哥，哎呦，我的大哥，啊，大什么哥抓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进去，抓呀！哎，大哥，这我眼瞅着跑这边来了，这一眨眼看不见人了。这两个死崽子跑得挺快呀，再好好找找。大哥，他跑不了。人呢？怪了，气死我了！这回我抓了他俩，我抽了他筋，我扒了他皮，我给他炖吃了。闭嘴！不，你废话咋那么多呢？炖着吃了，拿你换钱呢？我吃一个，我卖一个，我有解馋的，我有换钱呢。别嘚瑟了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大哥，你听，嘘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孩子，好像是人家爷爷来找孩子了。孩子，爷爷来了，好像奔咱这边来了。孩子，这越来越近，这怎么办？孩子，孩子。孩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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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人家爷爷来找孩子了。孩子，爷爷来了，好像奔咱这边来了。孩子，这越来越近。怎么办？煮熟的鸭子飞了。这孩子，孩子，爷爷来了，爷爷来了。是他，爷爷来了，爷爷，爷爷，我们在这儿。孩子，爷爷，孩子，爷爷，孩子，爷爷，你们在哪儿呢？爷爷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别着急，爷爷马上救你们上来。快点，快点。
好嘞。今天是最后一摊活，赶紧干完，赶紧回家。哎哎，干嘛呢？相面呢？还有东西，大哥，好像有人住。都是些流浪汉，得哪住哪，干活吧。哎。孩子，你俩这是咋了？咋还掉坑里了呀？爷爷，我俩遇到坏人了。咋回事？没伤着吧？没伤着。孩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想爷爷了吗？爷爷来了，你快叫声爷爷。这是咋了呀？石头，你咋了？石头，你说话呀！石头。真是吓的。爷爷，刚才那两个坏人要把我们抢走卖钱。你们的父母呢？是不是饿了？对，爷爷呀，给你们带吃的了。多吃点儿。爷爷，天这么晚了，您赶紧回去吧，家里人该担心了。是不是舍不得爷爷呀？爷爷呀，不回去了，我担心呐，那坏人再回来，那就危险了。爷爷送你们回住的地方吧。走吧，回去。过来，孩子，坐。燕子，燕子，这到底咋了？你跟爷爷说呀。爷爷，我俩就住在雪地馆子里，雪地馆子里有奶奶留给我们的风筝，还有书包，全被他们拿走了。
丫头，不哭了啊！还有爷爷呢，爷爷保证啊，把风筝和书包给你找回来。谢谢爷爷。那水泥管都拉走了，以后住哪儿啊？跟爷爷回家吧。咋了？不愿意跟爷爷回家呀？爷爷，我得有地方住，你放心好了。住哪儿啊？我还能找别的水泥管子。燕子，爷爷知道你懂事，可是你俩还小啊，在外面呢也不安全。你看小石头吓得连话都不会说呀，你还忍心让他受这个罪吗？跟爷爷回家，你拿着东西，爷爷抱着石头，石头，来，爷爷抱着你，来。走吧，燕子。书包啊，都找到了，跟爷爷回家吧。走，回家。燕子，爷爷告诉你啊，这就是爷爷家。走，咱们进屋去。不怕，走。
哎，我天哪！这大清早别爱睡觉，虎子，虎子，虎子，嗯，你哼啥呀？你出去看看你爹去吧。咋的了？又搁那伴奏呢。天，烦人。快点的呀！爹。你这一大早上叮当的整这么大动静，你要干啥呀？爹要盛点吃的。小点声。说你爹啊，你说活不咋干，你说那饭量的见长呢？哎呀，谁还没有个饿的时候？瞅你，一说你爹就不愿意是吧？就多吃口饭，有啥可说的？瞅你死样！给我点儿。爷爷呀，给石头夹个大块儿的，给燕子啊夹块好的，吃吧，快吃吧。慢着点儿，爷爷，石头好久都没有吃过饱饭了。以后啊，在爷爷家，天天都能吃上饱饭。老乐叔，哎，这俩孩子谁家的？家里来亲戚了？啊，哎，这一大早干嘛去？啊，上山呢，采点野菜。啊，那你慢走啊。哎，走。我也没听说过老乐叔家有啥亲戚呢。有没有亲戚还能向你汇报吗？哎，你说咱们在这儿过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见过老乐叔家来啥亲戚呢。你呀，也操不完的心。不过那俩孩子长得挺招人稀罕的，我就感觉好像搁哪见过呢。这回荷花怀孕了，老乐啊，可真就抱孙子了。
疼的雪儿，看看吧。我爹也挺长时间没吃肉了，再说你少吃两块对孩子没啥影响。你爹就是故意的。爷爷，哎，到了吗？没呢。呀，这不老乐吗？这一大早的干啥去呀？啊，上山呢，采点菜。领的谁家孩子这是？这啊，对了，他刘婶儿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我能干啥？保个媒，拉个欠儿呗。哎呀，你这是好事儿啊。那可不。哎呀，那你先忙着。嗯，行。啊，去吧。走吧。在哪儿见过呢？哎呀，我可不管那么多了，我得办我的正事儿去。爷爷来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个呀，这都不能吃。那什么能吃啊？爷爷告诉你，你看，这样的才能吃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不累啊。到那边的空地上，爷爷领俩放风筝去。好啊，走吧。走，走。哎，翠花，嗯，我早上看见老乐领了两个孩子，怎么觉得面带慌的呢？但我就是想不起来。你这一天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，你啥事儿没见过呀？哎，再说了，你是不是给人介绍对象介绍疯了？你看那大姑娘、小伙子现在越来越少了，你就惦记上小的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还用惦记小的？就你们这帮老的，那都够我忙活一阵子的了。哟，你啥意思啊？你看着我们家老蔫儿了？哟，你家老蔫儿啥样？谁能要啊？三杠子压不住个扁屁。不过翠花，要说给你妹子寻一个，那还差不多，离开那个酒蒙子，也许还真能生一个。嗯，我妹子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妹能生一个呀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总觉得这俩孩子面带慌的。哎呀，你这一打岔，我还真就想不起来了。你刚才一提我妹子，我就觉得这俩孩子好像是石榴村的。对，就是石榴村的。我在村长家我还见过呢。是吗？那咋跑到老乐叔家来了呢？哎，胡子，哎，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？好看吗？
好看。新做的。哎，虎子，你看。我不看了吗？好看。我让你上这儿看。上这儿看也好看呢。看哪呢？我让你看外面。看外面。呀，我爹这是咋的了？咋的？赶紧出去看去吧。爹，这俩孩子谁家的？啊，是爹今儿早上领回来的。啥叫领回来的？啊，这俩孩子在城里流浪着，爹妈都没了，奶奶又刚去世。哪村的？十六村的。一会儿送我去吧。吵起来了吧？指定的。你看看是那俩孩子吗？对呀，就是这两个孩子。爹，你天天起早进城，是不是就为了他俩呀？他俩饿呀，这爹看着心疼啊。非亲非故的，你心疼啥呀？孤苦伶仃的，无家可归，多可怜呐！那孤苦伶仃的多了，那凭啥都得领咱家来？你看，爹这不是遇上了吗？遇上就得往回领啊！行了，一会儿让他俩吃顿饱饭，赶紧送走。啥饱饭吃饱饭？你家粮食多呀？花儿，爹跟你说啊。这俩孩子可好了。哎呀，爹，别说了，哪来的赶紧送哪去吧。爷爷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们走。等会儿，不怕啊。花儿啊，你也别生那么大气。一会儿啊，爹到那十六村去问问。你问不问那不都一样吗？爹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两个孩子咋地都不能留。花儿，虎啊，其实你想想，多两个孩子也就是多两双碗筷。行了，爹，你别说了，这荷花正怀着孩子呢，你就别起高调了。谁到了？这也不像荷花性格啊，可能是这女人一怀孕性格也就变了。变啥？你看那面上没吵没闹，但是你看那态度多坚决呀。嗯，还是你眼睛贼。那可不。喝点水吧，大哥。哎，哎呀，你说你今天来的真不巧，我家老耿没在家。哎，要说燕子这姐弟俩呀，我最熟悉了。这俩孩子命苦，你说接二连三呢，亲人去世，家里房子也烧没了，这邻居分别收养了吧，还哪成想啊，成了人家出气筒，这苦吃的没头了。是啊，这俩孩子命够苦的了。
咱不说别的吧，这姐弟俩呀，在石榴村待不下去了。那你说，这俩孩子以后可咋生活啊？俺家老耿为了这俩孩子，那心都操碎了。那幸好遇上你，要不这俩孩子就在我们家留下。那眼下俺家大奎还要结婚，那都是个难。再难再苦啊，也不能苦了孩子。要不这么的吧，谁让我这村长人家家属呢，我也喝出去了，不让大奎结婚了，为了这两个孩子打光棍儿，你把孩子给我们送回来吧。哎呀，四狗子，你说你这笑话也太招笑了，都能给我笑一年的。你说啥时候想起来呀？我啥时候就想笑。你瞧你呀，这笑点也这么低呢？你说，这个笑话不招笑，关键这个笑话是四狗你讲的。哎呀妈，你咋说那么对呢，老蔫儿？蔫儿吧。老乐叔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老乐大哥也不是咋想的，你说这俩孩子咋能说收就收了呢？嗯，那可不。哎呀。宝贝儿啊，想爷了吧？嗯。爹，这俩孩子到底咋回事？啊，爹问清楚了。那问清楚那不挺好吗？那赶紧送回去吧。爹想和你俩商量点事儿。你还要商量啥呀？你看这两个孩子，这多可怜呐！你可怜他们，那你得看看咱家现在什么情况啊！你孙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你再加上这两个，那就是三个孩子了。爹，就咱这家庭，养不起。虎啊，养活俩孩子。花不多少钱，说的真轻巧。那一个孩子总得一碗饭吧？你这两个孩子，他就得两碗饭。这两个孩子还小，以后啊，爹就少吃点儿，剩下那些给他们吃。你少吃，你饿病了，谁伺候你啊？说句不好听的。你还能活多少年呢？那你要是没了，这俩玩意儿谁养啊？荷花，你说话别那么难听。谁说话难听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有钱，那你养吧。爹，人家荷花说的在理，赶紧送走。谁让爷爷遇上你们了？走，跟爷回屋。爹，你就非得跟我对着干是不？走，赶紧走，快点走。
小姐在呢。哭也没有用，赶紧走，哪来的赶紧回哪去。荷花啊，他俩这还是个孩子，你就别跟他搅和。你都说了我少吃点，剩下那些给他俩吃还不行吗？不让爷爷挨饿，我们走。爷爷是好人，石头快给爷爷鞠躬。不走，荷花，看这俩孩子多懂事啊，就算爹求你，真是两个活人。你以为捡个猫捡个狗呢？吃苦遭罪的事儿啊，爹活这么大岁数爹都知道。你这么往外推这俩孩子，那不要了他们的命吗？爷爷，哎呀，多好的孩子，遭这么大的罪。你要留下他俩呀，咱家就得遭更大的罪。爹能让你们遭着什么罪？这俩孩子爹养，求求你们不行啊。媳妇儿，消消气儿，喝杯水。有啊，这你溜须都溜须不到点儿上。你爹呀，都快气死我了。我爹他是老糊涂了，你别跟他一样的。你等着吧，我早晚把这俩孩子给踢出去。这咋还要走一个呀？一个一个送啊，就是喝一口的意思。怎么你们全家理解能力都这么差劲呢？不服你。别生气了。消消气儿。石头，别闹了，姐姐还得洗衣服呢。石头，听话。燕子，放那儿吧，爷爷回来自己洗。不用了，爷爷，我会洗衣服，在大伯家我就经常洗。嗨，现在呀是在爷爷家了，不是在那脏发财家了。放那儿，爷爷啊，领你俩上山呢，采点好吃的，给你俩好好补一补。不用了，爷爷，我俩没事儿。爷爷，你也别去了，这山上挺危险的。那是吓唬你们小孩的。小石头啊，要不爷爷领你去？那好，爷爷自个儿去。爷爷，你小心点儿。哎。爷爷，小心点儿。
刘旭，石头，慢着点儿，别把衣服弄湿了。不至于吧？我有那么吓人吗？这好像看着鬼了似的。身子好。昨天呐，婶儿有点过火了。你说这冷不丁就来两个陌生人，这婶儿一时这脑袋就没转过这轴来。但今天想明白了，那不就多双碗筷的事儿吗？婶儿也不是那见死不救的人。我就生气，那这么大个事儿，那跟我商量商量。那怎么说，我也是这家庭的主要成员，也给他们老赵家传宗接代，不是吗？其实婶儿啊，心可软了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